去，死吧，虫子！他还要非要告诉我一下，你说咋整？哎，我也不想给他插出去，他非要告诉我一下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给我来个打三，节奏完美。嗯，六费的发现都要拍啊。对面还没有科技，暂时不下蘑菇头，能抢多少伤害抢多少伤害。这个成长很厉害，但是不要享有宇宙，尬住，二十甲。你绝对击碎不了我的甲壳。来一个两费的所有，哎呀，不是这个，我需要两费那张，你凑合。你知道我找哪张吗？就是两费最香灵随从释放，这样我能顺便挖三个宝，直接挖完了。嗯，谢谢川川哭唧唧做66颗小星星。哎呀，怎么又是这个？他要去干导演上来。我已经挖出来了。哦，有可能那个牌不是导演，对吧？我打那个蘑菇头的时候，对对对。那这样我机会很大呀。挖，这个变靠谱吧？谢谢懵懵懂懂送的闪耀星。以萨满角度，你觉得德鲁伊很难针对？嗯，首先你得看一下你是宇宙还是像我这种的。如果你是宇宙的话，是能打的，就是不好打。就是萨满要赢德鲁伊，对萨满的排序要求很高。
我可以拿回来，但是我觉得不一定，我再看一眼。我确实在纠结要不要拿回来，不一定。又是二十家。不错哟，这个不是好爱我，是只有十一费，只有一个怪，哥们儿，你进化八费只有这一个怪，你告诉我标准还有什么十一费的怪？这是稳定进化。你要了又没有用，你要的是十一费，你又出不去。谢谢菊花同学送的一个币。哎呀！哇，你亏不亏，哥们儿？有机会吗？完了，两个三三。别解螺丝，好，好。OK。指望我打萨满的，满足你们第一天，明天我打德鲁伊了，开玩笑，还加入还抗德，关我屁事，赶紧加入啊！德鲁伊的十费打五费，开玩笑，怎么整？自然萨能打吗？萨满都打不了。你问一套牌能不能打，首先最好衡量这个牌能不能打的点就在于，你觉得天梯有吗？没有是不是都打不了，朋友？这个道理简单吧。天梯多的职业，像战士德鲁伊现在是不是就很厉害，因为你经常能碰到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他会过牌的，那给他塞一点让过吧。我现在需要快点挖出来，这样这个就行了。那我直接打这个了，为了要启动这个。因为你没有一回合的费用，又打五又打三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启动了，这样他这个就没有用了。他有下回合开始操作。啊，那这就无所谓了。我觉得可能还是打这个好。这个费用高，这样打，而且我不爆牌，对不对？这样我已经挖掘完毕了。哦，谢谢青鹿鱼羊老板送出的 disco。哎呀，你咋晚上又来了？你今天一天摸完鱼了吧？来了，兄弟们注意看啊，一张牌数好啊，白天摸完晚上摸，两张牌 ，OK， 看好啊，只要他不要。各种操作挂个刀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羡慕这种老板摸鱼的生活。哎，我什么时候也能摸鱼呀？这几张了，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
4-4，哦，5-5了已经，不好意思啊，数差了。这个皮肤就这句话最好听，6张。总是感觉有点对不起他。我换着卡组玩一玩，这个是纯挖宝，所以我换着玩一玩看看。我觉得还是宇宙厉害，应该，我感觉是宇宙厉害。姐姐，请熊熊喝果汁，送个猜猜我是谁？哎呀，点没没点你，我只点前12名啊，后面人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分段出来呀、啊。我只点前12个啊，朋友。一天播两次？没有啊，就今天播两次而已啊。我今天中午播是为了我前面那个视频而已啊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快攻期限很多吗？我觉得宇宙萨打快攻期应该可以的吧。感觉挖的有点慢呀、啊，还是。魔法会被其他动他的人。漂亮。两个花园加风怒，那可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就是你不能给他站住怪呀、啊。骑士不是一直这个问题吗？感觉宇宙强，试试吧。主要是萨满挖宝其实也蛮尴尬的，还是要带这种。我见过有带什么进化挖宝的，那个就更蠢。都尝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挖得出来吧。这个是去过，这个战士现在带奥丁吗？还是会带的。我见过现在那个 T 台很多主播都是还是带着奥丁的。想宇宙，做梦。想宇宙做梦，谢谢金鱼啊送的快乐奶茶。哎呀，你看都是在奥丁的，我写金鱼送的爱心墨镜。哎呀，想想啊，我觉得我卖一刀脸没啥问题，说实话。对面又没宇宙，我慌个毛线？你就不要让对面同时打出来啊，朋友。你可以回手挖宝过后那个隔段使劲进化，二就是回手这个就不让对面同区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等到对面自然把那3张牌爆了，对面也差不多了，你可以有给点无限的压力，主要是对面这里面肯定有同区或者是雷诺，不然他那回不会这么教清扫。同区出了奥丁改了，奥丁没有改。同区出了是因为他翻下去他知道他亮不了了。同区出了是战士的职业卡，宇宙战的职业卡。如果你牌库中没有相同的牌，就是宇宙体系的，你同虚就能触发，之后战吼是2倍。同虚的效果是一样，只是那个牌是战士的职业卡，他要抢我血你抢好了，这种战士抢不了多少的。
等等，我要爆牌了，我这拿回血啊，使劲拿回血，拿这个拿这个，再去搞个啥法术，还有个挖宝，但这个只能挖第一段了，我后面还有宝的。这是纯挖，那是宇宙挖，这两个牌不一样。Oh my god， 我的吸血。蛮想找那个三费给脸加工的，一张都没找到，多腾掉一点牌，不要再过牌了。有二，有一，两个这个一还能再找，所以我就这么开了，因为这个是按照这个顺序去回手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想看，我要回首这一个吗？那我还是回首吧。伏笔了，伏笔了。这就来，这就来。少回了一个奶五。现在里面是这个加这两个，也不错吧？他有没有感觉他跟我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啊？这。你看萨满把这个一杠一全进化，哇，还可以啊！我打战士，我直接换掉的，因为我要把这些牌进化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打瞎子，主要现在瞎子如果是那家瞎，还是前期需要结场的，所以就留了。对面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宇宙瞎网啊？会变出媳妇儿和龙巢吗？肯定会啊！这还用问，百分百啊。哇，对面真是个宇宙虾呀。保了小绿。如果你额外法术发现挖宝的话，应该也挖不到第三次终极了。除非你什么一费回首各种回首挖宝，大概能玩到第三次吧。那你为啥不回首那个终极宝物呢？嗯，我可以过一个野兽，这个是一个野兽。我最亲爱的小绿。右转三次等于左转。你怎么没怪啊这一把？什么鬼啊？不是宇宙吗？我看看这是不是他找的还是怎么地啊？自带两张，不是宇宙啊。怎么感觉快被锤死了？你刚遇到同虚翻底鱼，真的呀，有的呀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给小绿一个封路 ，OK。
能看明白吗？还是只有我不明白？兄弟，他打脸是几个意思？我还没有五个法术吗？没有，剩一个。眼墨，他找的。谢谢倒杯赐的复古头巾。哎呀，眼墨，眼墨，不会小绿要拿人头了吧？眼墨。他是来干嘛的？